母亲节前夕，花莲市长魏家彦陆续走访了市区各个福气站还有文件站，亲自送上母亲节贺礼，也期盼所有的妈妈们都能够健康平安，在站内也可以乐龄学习，也结交好朋友。温馨五月，母亲节前夕，花莲市长魏家彦在社劳科长萧子卫及原行科长江进贤的陪同下，陆续走访市区各个福气站及文件站，并亲自送上母亲节贺礼，期盼每位妈妈们都能幸福美满、健康快乐。那也希望说，在这阵子也跟大家宣导地震的一个居安思危的一个问题。那在这边也祝福我们所有长者母亲节快乐。那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不管是社区的理事长或是里长，甚至于我们的李干事跟代表们都非常关心社区的长者，那大家都在社区尽一份心力，那也借此也希望宣导我们有一关地震的一些常识，最后也要祝福我们所有的老大人一切平安。那我想其实地震终究会过去，那请大家还是要冷静，再有比较大的地震还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个安全。花莲市公所依循惯例，到各个单位逐一致赠礼品，传递祝福心意。而市长魏家彦除了向大家宣导防震防灾的重要性，也呼吁市民朋友对母亲的感谢要时常说出口，只要一句我爱你，相信妈妈们每一天都是母亲节。记者徐立勤，花莲市报道。